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音波果实能力者木鱼啊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什么能力都没有的小铃铛呀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《海贼王传说》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首先，咱们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。上期视频，咱们是在那个海盗船上获得了一个木箱子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开出来的第一个木箱子居然有一个果实。音波果实，这个音波果实它是依靠自己的那个吼声来攻击的。你捡到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是个贝壳。啊！哥哥，你干嘛？我没捡起来，哦、你是不是把它炸没了？好多铁，你看到没？好多铁。啊！是不是音？可是我没有稿子。因祸得福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一个那个机会方块。哎。这个幸亏有水，幸亏有水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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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妹妹，救我！救妹妹，救我！我下水之后都不了了。你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你上岸，上岸！我踢你。我上不了岸。好了，咱们我先把这个铁矿挖了。哎呦，好像没加那个一键路况啊。没事啊。坐着这个大屁眼子，说好的在这个地上没有那个铁矿呢？咱们不是挖到铁矿了吗？在地，这里还有绿宝石矿哎。地面是有绿宝石矿呀，然后咱们现在身处的是一片那个沼泽这边好像，哎，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中世纪村庄里面的建筑。里面有个小房子耶。进去看一下。啊，拿手哟。上锁的大箱子，哎，为什么上锁的大？我等一下，邂逅什么鬼？可以打得开。不是，我刚刚邂逅，我刚刚右键他就获得邂逅的，难不成他爱上我了？我赶紧跑。我获得了请求结，不是我右键他右键请求结婚。哎，为什么这东西在来回变换？这啥玩意？他们的箱子都是空的。为什么这下电之心捡不起来？无限一，力量三。哎，捡起来了，捡起来了。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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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给我看一下，是不是有那个附魔效果啊？就是普通的下界之心啊。谁说的啊？里面有附魔的好吧？有无限一的附魔跟力量三的附魔啊。哥哥，你看这边，船吗？有个炼油台，一个小房子。你过去看一下，你过去看一下。不对，在上期视频有很多小伙伴们要求咱们做那个机会方块来开。机会方块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它是需要青金石加上青金块的，不知道咱们在地上能不能挖到。好吧，这里没有什么东西。先看一下附近有没有矿坑什么的。附近有个村庄呀，哥哥，有个好大的村庄呀，哥哥，快 TP 我。好大的村庄。对呀，快 TP 我。我看一下这边沙漠，为什么这边？有一块凹下去的地啊，这下面是沙砾。哎，煤炭咱们也需要的。村庄这么大一个村庄哎，它村庄是那个中世纪村庄，咱们现在过去也没用。我们可以在旁边弄一个，旁边还有个小屋子可以给咱们当房子。哎，这有个峡谷哎，但我看到的全是些煤炭。哇，这边有青金石块。什么玩意？村庄这里啊，好多小房子，我们可以选一个小房子住在那里呢。看到没有？哪拿青金石块？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哇，你去挖吧。什么鬼？青金石块？而且，像一个小土堆一样，小山堆一样。炫耀，我就炫耀，怎么了？难不成它中间有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有个箱子。你捡起来就是了。四个 disco 彩灯。哦，你自个开吧，哥哥，我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。老年 disco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些青金石全部挖掉。去吧。有这么多青金石块，咱们可以做那个机会方块了，就可以完成小伙伴们给咱们的任务了。好的呢。哇，这里有个漏房破房子，我们哥哥，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先安个家算了？等一下，我先分解
分解六个，分解六个有54个，来 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这里还有一堆原石块，来开这个 disco 彩灯了。哦，我觉得开这个彩灯真的需要一首 BGM， 真的，普通的 disco， 普通的窑，玉米好吃。你开呀，你又见呀，哥哥。嗯。普通的 disco， 普通的摇，哎呦，父母台，可以，开了，再来，在这普通的地图，对不对？爆炸，爆炸，风景超，会不会消失啊？就这个原石块，哥哥，你挖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里面。哎，消失了。普通的迪斯科，我们普通的腰。给你八个许愿饼干。没有。爆炸！哇，又一个下界之心，漂亮。棒棒的。这不是下界之心。我把这 BGM 换掉吧。我吃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也没毒死。好，最后一个机会放开。这不是第四颗球吗？它叫做机会十二面方块。哦，别炸我！我感觉要。我赶紧跑！哇，这边好多吃的呀！这里做个合成台先，这个机会方块怎么多做一下？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，你说这机会方块有没有可能开出那个恶魔果实啊？应该不可能吧？管他呢，反正我去撸点数了，哥哥，我要把那个房子给填好，然后我要住一个房子。你什么玩意儿？我要住一个小房子呀。5、6，好。每人六个，每人六个，再分解个一个，三，要分解两个，每人八个。好，每人八个，哦不对，每人七个，这个机会放开，来，咱们两个来比一比谁能开出好东西啊？嗯，好的。等一下，哥哥，你先别给我，我先在这边。哦，对，在上期视频有小伙伴们解释了，不是我刚刚开到那个音波果实吃掉之后，不能放技能，他们说是我身上的那个海龙丝子弹导致的，把那个海龙丝子弹丢掉之后就可以那个随意放技能了，随便放技能。哦，来给七个，谢谢哥哥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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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我还在家里。我的妈呀，还是骑着蝙蝠的那个龙云怪、岩浆怪。终于做了一个箱子了，我把背包清一下。哎，你就这么淡定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很淡定，因为我在房子里面呀。我觉得我应该，我的大熊，啧。幸亏我在房子里面。完了，我的果实，打我呀！我的果实能力又不见了。哎，我觉得在家里面开是最安全的。等，别在家里开，哥哥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在家里开，把家炸了怎么办？最安全的位。你看，你别打我，你箱子里面好多吃的。啊、那是我放的啊！你放的家，我刚打好的家，我还以为我开这个机会放开开出来的呢。哥哥，我现在好讨厌你哦！你能不能不要把我的家给炸掉？嗯，我没看你啊！你不要打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没看你啊！哎，你好吞吐呀，我的小房子。发生什么？为什么我身上这么多辣条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身上那些吃的东西都变成辣条了。
我看到了一个小铁的鞋子。这什么魔法呀？咦咦咦！钻石块！哦，哥哥，你还帮帮眼，我还看到了一头猪呢，哼！哥哥，快听听我！我看到了这个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真惨！鸡眼里面的，砰！鸡眼里面的哥哥，你们埋到鸡眼里面啦？什么玩意儿？钻石剑！什么玩意儿？刚刚说什么？刚刚说什么？27+39=66。木鱼的意志被数学的力量爆炸了。玩的六啊！嗯，真的挺六的。玩的六啊！这个机会方块玩的六啊！我还有三个哥哥，你要不要？我还有一个。我怎么开了那么多树苗呀？哇，好多红石块呀！啊，不是，好多红石呀，不是块。嗯。哥哥，你有钻石吗？嗯。哎呦。我的天。发生了什么？出来呀，哥哥，我在你上面呀。发生了什么？哥哥，你有钻石不？还有吗？刚刚一堆钻石块，我手速不快，没录到。结果房子去房子那里看看，有惊喜的。嗯，好的。哎哎，我房子在哪里啊？房子在哪里啊？房子嘞？哦，房子在这边。这边吧。喏，屁屁我，我到了。惊喜？什么事？什么事嘞？我的吃的呢？我的一杯包的吃的呢？我刚刚开出，哥哥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刚刚开出来一堆的钻石块，结果我刚想拿着镐子去挖的时候，就炸了，钻石块都炸了。你看，我本来想说这个可以拿钻石修补一下，很好的一把钻石大宝剑。这是很好的一把钻石大宝剑。一把钻石大宝剑。你刚刚想说哥哥回家建房子去。你刚刚说想刚刚想说和一宝吧，这拜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有个村庄，这村庄咱们过来看一下吧。这个村庄，对，这个村庄是有模拟人生的。吃的东西完全不用愁了，这里有大把的胡萝卜，我最爱的胡萝卜。但是我想要在这边找一个房子住。开玩笑，咱们是海盗，哎，海盗肯定要占领一个海盗船啊。弟弟，我哥哥发财了。咋了？箱子，看箱子。我的妈呀。箱子好猥琐呀，哥哥。我觉得，哎，刚刚卡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以为又要崩断，吓我一个跳。我觉得我可以开出好东西了，真的。你看着，这个绝对是钻石块，信我准没错，绝对是钻石块。信你会被炸，哥哥，你开的是和平不？哎呦，为什么我的宝石度都不掉了？还是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？嗯，天降正义之剑，对，嗯，你为什么把两个都放出来了？完了，要是两个都一起炸了怎么办？不会炸，应该不会炸，不要炸！哎呦，快跑！不疼，我不疼，我没事。哎呦，我没事。好棒呀！有本事你再炸死我，来，求死！哼，又是一把没有耐久的剑，锋利时耐久时 ，nice baby，nice。对呀、啊，好了，咱们可以先结束在一起了。嗯，好的，我先把前面银石撸掉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哎，这个是假剑吧？这个剑居然挥不出来的，这是个假剑吧？
好嘞，大家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